咱也不光是会神调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其他的咱也会啊。会什么呀？为什么你比方说唱个小曲咱都行啊？那不行。那你说唱什么？哎，要说呀，可不能跟你说。哦，合着你说半天，将来你上热搜你不带着？哎，跟那个疯狗不能说相声。我想想啊，那你跟谁？我得跟烧饼、啊、烧饼和鸡说一段相声，准能上热搜。鸡？哎，对了，我一狗我都配不上鸡是吗？我都带好，早有准备啊！哎，怎么样？哎呀妈呀！哎，烧饼和惨叫鸡说一段相声。啊、哦，这怎么说呀？哎，今天我跟您说一段相声。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：说、学、逗、唱。就两声。哎，要说这唱啊，给您唱一段叫小帆。叫小帆他能唱？哎，一见公主到令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。叫小还挺好人说谢谢了